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安。那今天要来玩的是麦块。说实在，这个游戏我一直在 Steam 找，我一直找不到，后来才知道要去他们官网买。那我当然还没买，我先玩玩看试玩版，因为我连网我都没玩过。之前包在三年前还四年前看过，在电脑教室看学弟玩，我还以为这游戏是那个。就是那种可能就是网络上下来的那种小游戏，还是那种好玩的那种，因为2D 的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大作。先玩一下，跳是看一是物品栏，四周观察，这个拍个照可以吗？啊，写不行，我可以玩五天，哦，五天，然后又一个小时四十分钟，也就是要在五天。你五天之内如果玩到超过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就那个 OK 啊。哎呦，哈，这游戏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呢。你看，我还是用性能优先好了，不是，粒子少量就好了，最少哦。最少垂直同步不用开，这是什么 mini map 啊 ？shit， 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因为垂直同步我刚关掉梗哦 ，mini map 我打开没关系，还可以再往下滚吗？哦就。BBOS 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实体阴影，可不可以开起来会比较拟真一点？欸，最大帧数我比较喜欢60就好。我还是没有办法到完全很顺的哦。我看他们都这样挖嘛。哎呦干！尽你所能，干你猪打一打还会他妈的！哎，这是什么？还有说明吗？种子哦，哦想换空拳怎么换 ？Q Q 是丢、哦。这是怎样？为什么会有一把剑？那个，先打开背包好了。合成火把啊！我什么时候把火把捡起来了？我不知道。剩余时间99分钟，我要干什么？种子右键是火把可以插就对了。对啊，怎么又把火把捡起来插下去啊？哦，按右键是吐它，对不对？这空白这种哦，潮的那个，干粉碎了。哎，这火把无限的、哦。没有。泥土，泥土可以干嘛？哦好。哦，我看一下操控好了，干我真的不知道操。哦，还蛮好清的，就是你在调整的时候，它时间不会那个，哦 ，F2 是截取画面了，嗯。全屏幕，我不知道。切换视角，也就是可以第三人称就对了。截取画面是 F2， 对调双手物品，前行，跑步 ，Left Control，
取方块，取方块是什么？他刚刚说堆掉什么 F 吗？哦哦，我可以先暂时拿到左边的队。那我要干嘛？干猪长这样，不要动哦，还看我？漏哦，这么大、哦！其实我也不晓得这任务我要干什么。干，可以任务说明吗？除草。看，可不可以让我变空拳啊？有办法，就是另外一只手不要拿东西吗？对啊，不然的话很那个诶、欸。对掉双手物品嘛，丢弃就是 Q 啊，不行。好吧，算了，跑步看看。他自己会跳诶、欸。啊，干。哦，按空白键，我想说它沉下去了。自动跳跃还不错啦齁、哦。干，还有水母。干，我想挖欸。感觉它那底下很怪。干，你这什么。啊，羊啊。干你羊。你他妈不叫我他妈都不知道。北北人，画面哎，干怎么这样？哦，他有这么多的那个视角模式。哦，你左手拿东西也没关系，就对了，他还可以铲土，就对了。干挖不动，还有任务说明吗？烤鸭哦，那太好了，获得木头。他说会掉什么？原木掉落为止。好，走。干，这什么？是。如果你放弃挖的话，它还会那个、哦。OK， 获得木头。干，树不会倒的、哦。哇、哦，好精粹哦。这样树不会倒欸。1,2,3,4,5,6。花树。桦木。这么远就可以挖哦。干，这么屌。这样是距离是多少？哇，这么远就可以挖哦。干。那下一个。将四块木材合成一个工作台。干，如果要这样的话，桦木，那我挖桦木就好了。自己吸过来哦。啊？如果要做工作台，我想要去。找到一个好的地方，
哪里比较好呢？我感觉那是挖矿场哎哦，那边呢有个洞，我在那边设基地好了，看那边还有个洞哎，等下这地图挂看，这地图是随机的哦。哎，会回血，那还好。对啊，这种干岩浆。哦，那不是，我以为那是门。干，我要决定在那边设置我的家。这会攻击吗？游泳不能跑步，而我有经验值哦，那经验值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很可疑哦。干，超帅的啦。嗯，该这里好了。工作台，合成一。哦，哎、欸，靠呗。按钮，等下你，哎、欸，我怎么丢掉嘞？原木，干那个桦木不行吗？好吧，这游戏可以储存的吗？好，哦，可以储存。干九十几分钟，我要尽我可能生存了。桦木不行欸，那我就挖这个好了。但我一开始想说去巴哈看，在两三年前去巴哈看，那时候都以为是这是盖房子，到底是生存盖房子，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。嗯，他音乐没了，显示字幕开。因为我想说，那个是不是以后脚步声、蝙蝠？啊，我觉得以后这边会不会变成我挖矿的地方？我要制高点，这他妈就很奇怪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没有，我觉得杂草看不顺眼。干，我觉得怪怪的呢。泥土可以合成什么？你不是说？木材，这原木不行吗？哦，有啊，桦木木材啊。一加三，木棒，咋还有这种事哦？哇，一个可以弄四个。按钮，我就不要按钮。哦，干！你搞错啊！工作台，哎、欸，干，晚上了，看那太阳，靠背，晚上了，放工作台。你、欸、看这工作台会爆掉欸。按右键可以把东西，可以做更大的工作就对了。
因为它合成变多了。有没有火把？我干哦，我想说干不能拉远嘛，不能拉远很麻烦。哎，火把刚刚那箱子啊，靠呗。干，我可以把那个我的工作台捡起来嘛，因为我觉得那边亮亮的，怪怪的。欸、可以，干好扯。岩浆怎么没了？干马可以在那边走的啦。我觉得那边亮亮的很怪啊。哦，那是岩浆哦。也好啦，我无所谓了，有亮亮的就好了。然后他说怎样？看，我不想死啊！这游戏死了吧？没有火把哎、欸，来硬的。干，我有点饿，不行。农耕杀戮时间，使用木材和木棒合成一把剑。我看，使用一个木材跟木棒。不行哦！我干！啊靠呗！干，刚刚那是怎么？为什么刚才爆炸？是那岩浆会喷上来吗？我知道这游戏有僵尸啊，但是干觉得背后凉凉的。四根木棒会可以合成什么？终极木棒。泥土这么多，我刚刚还以为那是我的东西啊，这样也不行。原木料呢？这样也不行。你要的木头是哪一种木头？这可以叠在一起吧？对啊，不是这个木头，难道是我木棒错了吗？哦，木材，靠呗。木材，干，那我这些都不是木材吗？对啊，桦木木材啊，香木材啊，骷髅，骷髅声音，干，来了，靠杯，干，我觉得，我、哦、干，你弓箭的、哦，标题画面。啊、靠呗！不是啊，刚那木材不行吗？哎、欸，重生。哦，又回到这里了。东西又喷了 ，fuck！ 好吧。干那边还哎、欸，不会在那边比较安全吧？我要干那骷髅，我打不赢。先挖木材。干，我很好奇，他妈那个不叫木材吗？啊？还是带个火把好了，反正有点暗。干，苹果长这样了，一片而已哦。打掉就可以了，屌啊！
感动肉多。哎呀，是打死还是打不死？他妈，我很怀疑。我你锤了那么多次了，你还没死。啊！我真的你们，我真的觉得你们不会死、欸。哎呦，牛干！干他好像拿了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、哦、靠呗！干我中毒了。不是干，哦，我以为你怎么这么准呢？原来是我中毒了。可以吃苹果吗？只能充饥而已。啊！干，他要射到我了。啊，僵尸会游泳。干，还真的。不知道我这样录声音有没有很大声。调一下好了。你继续。画面正常。喂。你不要打扰他们好了。干，我有看到僵尸，蛮暗的。我的火把呢？干，火把被杀就喷装了。一定要插着就对了。干，先让我挖木头吧。靠呗，不是打不死吗？干，我就觉得打不死啊！没有，我一直在揍他。哦，干，真，好会死欸！啊，经验值，这什么？线，蜘蛛眼。可以吃是不是，啊！干中毒了，打嗝，打嗝会受伤哦。靠呗，别管了，我要工作了。他说木头四块。加木棒，干我就做不出来，奇怪耶、欸。对啊，我也把它弄成木材了啊。是不是有什么能力值可以挖快一点啊？想合成一下。全部都合了，四个吗？两个，欸，它是几个？三个可以合成一个木棒，是不是？怎么这样算的？我看不懂。哦，两个可以合成一个木棒，那就合一个。哇，它这么好。然后木棒呢？哦，秀的是直接全拿的。干怎么？早上还有僵尸哦！干，哎、欸，你死掉，早上还蒸发、哦，太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每20分钟一天，是不是？
那还不错，也不用到20分钟吧，十几15分钟左右吧，因为我有加，应该是20分钟才对。然后，啊，干，我的木棒呢？靠呗，浪费嘞。又有了木棒，干，拿木棒打你好了，干，我也觉得。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。对啊，干。他，因为怎么讲，他讲的啊，木材和木棒合成一把木剑，木材木棒，干我这不是木材吗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四块木材我就合成过了，那我用木材跟木棒不行吗？木棒啊，木材，哇，你要木材多少个？啊，也没有说明，完全没有说明，等级不够吗？也没有，像木材。好吧，算我没慧根。我猜你应该是要找那个真正的木材，是不是？干那个树都被我啃到剩2个叶子了，会有什么木材？我不知道。哦，哇，好快啊！还是觉得还好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快。原木材，我看一下，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就叫木材两个字。你要怎么觉得挖更久？哦，真的蛮久的。刚这是六是什么？七，原木，有差吗？宝箱的位置可以看吗？看没有小地图，看不好吧？这蛮奇怪的。这样会丢掉，那算了。木材和木棒合成一把啊，靠背，靠背，我知道了，干这个步骤弄错了，sorry。他应该是叫我在这边弄吧，啊不是，干不是，啊不是吗？这是不是要找对一个东西才可以完成？使用木材与木棒合成，先把它干掉了。这可以带着走，超屌了。这可以打开吗？哦，可以。哎，干你！靠背，这么多木棒，对啊，斧头，干我就是不晓得你的木材木棒在哪里，
干妈的，这个我看他挂了，这个耐久度的、哦、有哎、欸，靠杯木稿比较快的。要在自己的那个，干要快晚上感觉，等级很高有什么用吗？哪里可以点技能之类的？没有。24个，没有想盖一下房子，至少有个天狼障壁吧，盖小一点。哇，这个洞一定要补起来，也可以补、啊。音乐怎么不见了？啊 fuck！ 反正我就想把这边围起来就对了。保护我自己啊！因为他们会爬进来，我刚看他们僵尸爬进来，他妈好强！盖两层哦，你不要跟我说两层，他妈你爬进来。啊，没了，干！这音乐是提示我他妈又要那个了吗？靠杯，快挖矿！可以拿泥土盖吗？我说实在的。就拿泥土盖家里这样啊，干！可是我觉得泥土会被他们破坏掉、欸，不知道，玩玩看。干，我总觉得这个树好硬。刚挖的嘞，泥土不能合成的东西，像木材。七嘛，干的！我要自己盖的地方，我他妈我要知道啊！靠北跑一跑我就忘记了，真的要盖高一点，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我人在哪里。路上看人家是这样，然后就飞起来。干，那我不是跳下去会被摔下去吗？没关系啊，反正我只是想要个，只是想要知道我靠北，真的，只是想要知道我在这边而已。继续盖啊！干，我怎么觉得突然白天过好久？为什么刚刚那么快就晚上？我一定要把自己围起来！我，哎呦，不行，这边太矮了。
花掉就好了。他们应该没有那么聪明吧？应该会如我想象那样吧，卡在二楼，卡在一楼，好像就过不来这样。连我自己都，有可能也干，挖多一点好了。妈，如果真的进来，我们再决一次战好了。除草药先除掉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干。僵尸不要一直来啊！我想研究一下我的那个，而且我的火把他妈只剩下这两根了，啊三根了，有一根不知道在哪里不见了。僵尸有那么聪明吗？为什么我突然觉得哦，拔好慢？做几个陷阱啊！没有啦，没有陷阱这种东西啊。干，泥土好多。搞，真的觉得他们好像要来了。花生一点啊。就很像让那个蟑螂不能上来啊，让老鼠不能从马桶进来那种。然后我在想，我要怎么出去？好像有脚步声，是不是？这样可以了吧？我好好研究一下那个，感觉有点暗。我要一个台灯。亮多了。泥土可以干什么？我自己也出不去啊。说实在的，干可是他们跳下来，他们就对哦。应该要挖深一点才对。好，就堵着他们了。可以，这个可以蹲下了吗？不行，我自己是可以跳过去啊。对啊，啊靠北，不行。干，那样我要怎么出去会比较好？哦，对哦，就自己盖楼梯就好了。干，那爬进来呢？晚上都没有僵尸吗？哦，有嘞。哎呦，干！哎呦，干！啊靠呗！想知道跟你战斗了。那个他有帮我看到 bug，
挖到那里嘛。我想说他怎么轻而易举他妈就上来了，泥土。哦，干，那这也不行，这样就爬上来啊，早上再去拿。对吗？哎，干这怎么？哎呦，我靠呗！原来刚那你哦，其实我也不想下去，干都会自爆。fuck！那我干嘛辛苦？那我干嘛辛苦挖木头盖这个？我用泥土就好了。老师很压抑，干你这样子就把我炸掉了。有啦，有僵尸吗？有啊，不动啊，在这边一直。晚上他们都不动。我看他是巨人吗？哦，那两只爆炸是。干，我要研究哎，干。不是重点是，哎，腐肉是干嘛？试试看。饥饿没有关系就对了。他有在回吗？好呗。现在我想，但还有装甲的哦。可以这样，早说嘛。哦，没事。等下工作台把它放一下。按钮，目前还用不到啊。重点就是木棒啊，大哥。说好的斧头呢？试玩版没有斧头吗？哎、欸，干，算了，等下去捡。那我要怎么下去比较好？啊？我这样就插在这了，好吧？对啊，慢慢来。我干！好呗。钢尸体，哎，钢尸体也没有就对了。但我听到你的骨头要碎了。哎，你太硬了吧！哎，干好准，真的他妈好准哦！还好我东西又喷在这边，别闹了，我火把有限的。为什么我又捡到火把了？好，不管，敢让我沉思一下啊！刚刚应该拿斧头跟你干的哦。嘿，宝箱你也可以带着走就对了哦。
干，你就一直在外面走啊，靠背，来啊，干，输赢一场，妈，斧头没了肉，拿木，我干，哎呦 ，fuck， 我一直按错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把 shift 当做冲刺。这样我就得呀，也习惯了嘛。感觉把我的，感觉这只破坏力很强。说实在的，我应该做多点陷阱。没有啦，现在这种时候应该不是继续探讨这种事情，应该是他妈我如何去做那个他所谓的，剑士，那是他刚死掉的按钮。以后再研究木质压力板，我觉得木质压力板好像是两块这样子，那有差吗？这样也可以。对啊，我不是很懂。还是我没有。木材，好，第一问题就在这边，木材。这种木材都不行，那也不对啊。因为怎么讲？因为我刚盖的时候，我也是，他说四个木材，我也是照他用随便弄四个木材就去盖了啊。为什么这就不行？蛮疑惑的。难道有特殊木材吗？橡木木材原来不是啊，把一棵树挖干净会有什么？我干！它越来越暗了，那不行，危险。刚捡起来的东西是，这是沙子吧？听这声音很像。啊，不是吗？没得选就对了。因为他是试玩版了，好吧，实在很不想做这件事情，不过也没办法，只好去查一下那个，这不能合成啊，就很奇怪啊。合成方式。
他所谓的木棒，工具配方。哦，你知道我刚去网络看怎么样吗？你，Wikia 都说要那个了，干，就是怎么讲？我刚去 Wikia 看一下，就是人家至少好歹也要，也就是说他不会告诉你材料几个就对了啦，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木材跟一个木棒。因为我刚看的时候，看都不能跳。因为我刚看的时候，要三个要两个，然后他的木头也加三个。对啊，他都没有讲干木材装，超机车，就是说你至少要有两个。那再加一个会怎样？斧头，攻击器也很痛哎。像这边木棒，怎么判定的？看 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你没有看合成公式，就真的合不了的东西就对了。摆 的地方也有差。我靠！要这游戏，第一层、第二层这样子吗？哦，有分第一层、第二层、第三层就对了。干，木锄，砍木用的是，试试看。好。干好贱哦！面包把小麦变成面包，干有点难。这游戏就是要先去看一下合成表就对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不会跟你讲怎么用就对了。哦，这黑黑的他妈一定有问题！挖矿啊！感觉有点饿，啊，吃太多。白天一直砍你就好了。说实在的，白羊毛长这样。啊，好可怜的。
欸，对啊，我要挖矿，我要怎么跑来这里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你家往下一直压就好了。没有想升级。它是集气就对了。哦，你要让它集完气，砍下去才会有七滴就对了。干，真的。要让它把斧头拿好再砍。干，我的家要被我迷路了。我想先从我家那个下面开始挖。反正我们家很好找啦，说实在的。干是什么？哎呦，会攻击。哇，我的武器。那我的武器。没关系，反正时间很多。好，这应该就是矿了哦。对啊，看一下，鹅卵石。对啊，我想先在我们家挖。这个石头好像又不一样，对吧？怪怪的，对吧？这是什么？我干，更硬欸，煤炭，我这煤炭哦。我刚在那个 Wikia 合成表看到那个，煤炭加木棒会变火把。哇，我的，哎，这不一样。这是什么？散长炎，那啥小？我看最后一轮了。好，没了。哎，还可以。嗯，还有，还可以再挖。我有我的那个，哦，干，我有我的那个，啊，爆掉了。看要举起手就可以，就对了。可是要挖很久，就对了。那你的手好强哦。我还以为一定要装那个才可以，那木棒呢？会不会比较快一点？好像也没有。赶快回家了。但家里不盖高一点，他妈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。怎么这么快就饿了？觉得家里比较安全一点。干这么多沙子，这么快就有怪了，僵尸干！哇，干我怎么觉得那边？我想搬家到那里，我看那边还有地方哦。等下这地图他妈多大、啊？靠北！我干，这地图他妈多大、啊？干，我迷失方向了。干，完蛋！我知道那个有一个。岩浆嘛，看一下。还好你是友善类的。干，你卡住了。嗯，好吧，算了，自己叠好了。
干好暗，真的。我想看一下我家在哪里啊？大卫，啊 fuck， 这样就判定摔倒，干屌啊！对啊，因为我记得，对对对，这里。哦，干，真耐摔。应该快到了，因为我记得，那时候这个岩浆嘛，啊，干，好啦，你直接把我射死好了啦。啊，对哦，干，射死东西就喷掉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感觉好像这边是储存点的样子哦。先挖一些泥土好了。这游戏有调亮度的吗？还是它晚上就是那么暗？哎、欸，有。哦，好多了。我是怕白天太亮了。对啊，再亮一点好了。干，都可以看到你们的。先把它盖起来。啊，没土了。我无所谓，他进不来。我想把宝箱跟这个带着走。工作台，对啊。我想搬家，这可以吗？哦对哦，这个是我的那个，黑原木。木稿可以啊，啊，刚刚那木稿不算吗？然后我想要一个斧头，半砖，先不管，斧头好像这样吧。对，屌了，我也不晓得。好，可以了，我搬家不管了。等白天要搬家好了。最怕那个自杀的，还有那个弓箭。哎呦，你有拿武器耶？我想把你杀掉。干，越跑越下面是这样。好，你上来上来。啊，你没有掉武器哦，可惜耶。干，这样砍僵尸轻松多了。三个肉干，可是他是说腐肉呢。应该可以拿来吃啊！火把我要带走。哇 fuck！ 要怎么闪比较好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他妈很准，我不要跟你打好了，打个几次我真的觉得你他妈太强。欸，再死我东西要喷光了。
啊 fuck， 这样僵尸真的会跑进来。好吧，反正东西是死在那里面，那还好。干，这比较强啊。有没有自动攻击啊？不然左肩要死。我就这样站好，不要动，我怕我突然就被爆头了。哇，他掉剑欸，我应该没有看错吧？啊，不是。干我一等。等级会重新的哦。哦 fuck！ 你怎么那么硬啊？哇，这是什么？铁锭？干他在那边呢。那弓箭手，我等早上让他死好了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 bug？ 对，这是什么状态？饥饿，吃了也没用就对了，也是腐肉，敢可以丢掉吗？还是说要烤一烤？我刚刚好像在里面死掉了。挖进去跟他们决斗。哦，我东西掉在那里面了。哦，干，这是那个弓箭手吗？靠北，没关系，我就干那边有一只。你反正你早上你就再见了嘛。欸，他还射僵尸哦？为什么？哦，他死了，合力一起把僵尸打死。对啊，这是我的东西，吸回来，吸回来。其实你从你家往下挖就有矿了，说实在的。欸，宝箱咧？哦，储物箱。现在来挖。我想搬去那个矿场那里。干，我会不会回不来啊？哎，干，真的不要这样挖，好危险。这样上得来吧？哦，这到底是在什么挖什么？刚看 Wikia 官方合成表，他说对，我要先把那个工作台，他是说你鹅卵石嘛，然后你加木棒两根。石镐，再一根，我又想挖快一点啊。干，万一真的我喷掉怎么办？哦，好快啊！
就万一我真的不小心就走了这样。哦，挖多深的哦？好，也不用挖太干净。我还没挖到煤，这种这么好挖，这个真的长怪怪的，闪长眼，搞我想。我想出去哦。啊，我突然好怀念外面的世界哦。哦，终于有那种下地层然后又上来的感觉。哇，好闷哦。赏蝉也挖多点，他怎么挖一挖变木头了？然后挖一挖，刚出现那个草，欸，它不是泥土吗？感觉就活着好开心的感觉。在我家楼下。在这边挖就挖不完了，我说实在，我想搬去那个靠海岸那边的，围起来比较安全感的感觉。其实每个都好像那个，我就蛮喜欢的，我也不用跑太远，但是要取木头太远了，想搬去一个好一点地方。我要剩37分钟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。我想在这边做个那个影片的录影的 save point。那感谢你们呢抽空来观看我玩麦块。那我们下个影片马上回来，Be right back。